Hello， 大家好，欢迎咁多位收睇网剧直播节目《剑客关你事》，我系主持人阿权 Jeff， 大家好啊 ，Hello。好高興今天可以透過直播的形式跟大家見面，因為我知道今天除了收看直播的家庭觀眾之外，更加有一班現在身處於工作室準備好跟我們一起跳舞的夥伴們，你們好嗎？準備好沒有？ Hello， 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相信大家都留意到我身邊的這位靚靚主持了，不如我們一起給一些掌聲 Crystal。 Hello，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阿桃，我今天來到這裡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就是因為稍後有一位靚仔老師來教我跳舞。不是我嘛，諗多了啦。而我緊張就是因為其實我的關節呢認真麻麻地，我想阿權就非常之清楚了，所以我怕呢陣間跟不上呢被家人啊朋友和同事笑就不好了。我相信呢跟不上被人笑呢就一定的了，但是呢大家完全都可以看得出呢，其實 Crystal 呢他的外表非常年輕，但是不要被他騙到啊，因為呢我們平時呢坐在辦公室隔離的時候呢，我聽到 Crystal 的關節呢好像搞了鬧鐘一樣，經常都噼里啪啦地響啊。是啊，所以陣間咧，大家聽住我，可能跟住個 beat 動切動切，我啲關節就噼力啪啦咁樣啦。咁所以咧，陣間咧，我會想問一下教練咧，點樣可以保護好我嘅關節咧，跳舞咧都會跳得盡興啲啊。所以咧，我哋跟住嚟，不如介紹一下今日嘅嘉賓先啦。因為佢本身咧已經喺數間大型嘅健身中心啦，同埋專業機構咧擔任緊健體舞嘅導師啦，以及咧其實佢同時擁有多年嘅團體健身啦，同埋私人健身的經驗，與此同時他更加考獲了不同的健身、健體舞和復康治療的專業資格。以下時間我們一起請出今天的嘉賓教練阿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 Hello， 阿波你好啊。之前呢我在社交平台呢其實呢都有留意到你上載很多不同的舞蹈的片段啊，咁有你一個人跳啦，亦都呢有你帶住一班學生一起跳啊，都看得出呢你對舞蹈呢是充滿熱誠的。冇錯，我對舞蹈真係充滿熱誠㗎，因為舞蹈可以令我哋可以好開心咁做運動啦，同埋可以鍛鍊到我哋嘅身體一舉兩得㗎喎。冇錯啦，咁其實我都喺網上面做咗一啲資料搜集嘅。原來世界衞生組織一早已經將跳舞定性為世界上最好嘅運動啊，因為除咗跳舞可以增強我哋嘅肺活量之外啦，更加能夠大大減低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啦。同埋咧，仲可以幫助一班係呢、這個中老年咧，即係肌肉開始僵硬啊嘅朋友們咧，可以令到佢哋嘅關節更加靈活噶。我想你搞錯了啦，但係其實咧唔係淨係得你，我都有做功課噶。美國日本醫學雜誌咧更加公布咗一項研究咧，證明咧其實成日跳舞咧可以令到老人痴呆嘅患病率下降70%以上。我要即刻跳咯！所以你要跳多啲啦，冇錯啦。同埋咧跳舞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細胞咧係處於興奮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人體咧分泌呢一個嘅安多芬啦，令你開心嘅安多芬咧，其實係比平常多出30%噶，咁所以跳舞嘅時候咧，人都會開心啲，人都開心啲會點啊？夜晚瞓覺都瞓得好啲啦，咁所以話咧，跳舞咧真係好處多多噶。咁我都想問一下咧，我知阿波平時都有教開一班學生啦，想問一下會唔會有啲學生好似我咁咧，啲關節噼哩啪啦咧，會影響跳舞嘅表現咧？其實都有的，身邊都有不少同學咧，佢有關節的問題啦。咁咧，去到一個很嚴重的情況咧，即係佢覺得疼痛啦，可能就令到佢冇辦法咧，再去享受跳舞呢一個咁好玩的運動咯。所以其實我們都知道今天阿 Bob 準備了幾個關節健康的挑戰來跟我們的家庭觀眾一起試玩一下。稍後那麼多位在看直播的朋友們，記住要跟著阿 Bob 的指示看一看你的關節又是否健康。以下時間不如交給阿 Bob 教練。沒問題、啊、好，那我們第一個做的關節健康測試就是對我們做一個膝關節的健康測試。兩位主持人你們準備好沒有？準備好。準備好 OK。好，咁我哋咧首先双脚打开，同我哋膊头一样嘅阔度啦，系啦。咁咧一阵间咧，大家咧坐向后边嘅时候咧，注意我哋用个 pat pat 系啦，谂住后边有张凳啦，好似坐模型凳咁，尽量攞个 pat pat 咧坐后，系啦。
曲膝頭哥坐後，咁我哋咧就睇下自己落到幾低啦。注意翻咧落嘅時候咧個膝頭哥唔好咁樣推前啦，係啦。如果唔係咧啲力量喺曬膝頭哥度就唔舒服噶啦。咁咧我就會做個側身俾大家睇啦。咁兩個主持人咧就會望住正前方，咁等大家咧係唔同嘅角度咧都望到我哋嘅測試點樣。好，咁首先我哋企好嚟先，係啦。然之後咧曲膝坐低 ，pat pat 坐後，手臂向前伸直，係啦，盡量坐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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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去到最低 ，OK 啦。喂，企穩啦 ，Crystal， 係啦 ，Crystal， 加油。好啦，跟住上翻嚟，好，我哋做多兩下，吸氣落。系啦，坐低。哇，我聽到 Crystal 個關節咔咗聲啊！呼氣上翻嚟，做多一次。教練我都聽到啊！哇，係咯，好響亮啊！呼氣上翻嚟。嗱 ，OK， 好咁咧。嗱，大家如果頭先做嘅過程入邊咧，好似我同阿 Jeff 咁穩陣咧，即係你個膝關節咧係非常健康噶。咁咧，阿 Crystal 都唔係唔好嘅，只不過係爭少少啦，係啦，爭少少咁樣嘅。OK。學你跟你學跳舞咯，好嘅，好嘅，冇問題。好，咁咧頭先我哋做咗一個膝關節嘅健康測試，咁我哋咧嚟緊咧做埋一個肩關節嘅測試咯。咁呢度咧我要揾兩個主持人幫下手啦，啊揾阿 Jeff 啦，好。好，阿 Jeff 咧背脊對住大家先。好，咁我哋咧首先阿 Jeff， 我想你咧舉高你嘅左手，係啦，屈曲你嘅前臂墊住個後尾枕，係啦。咁咧，大家而家見到 Jeff 咧，呢度個肩胛骨啦，係啦，咁呢度咧有個釘釘喺度嘅喎，咁咧我就想阿 Jeff 個右手後扣手，睇下可唔可以掂到呢個位咯喎，加油加油加油，都媽媽好掂到嘅，教練 OK 嘅，有少少想抽筋，係啦，少少想抽筋，我快啲放鬆啦，好嗱，咁咧呢邊嘅肩關節 OK 喎，試下做埋另外一邊啦，舉高右手摸住個後尾枕，係啦，左手後扣手。今次咧，我哋就掂住呢一邊嘅係啦肩胛骨嘅底部，啊都掂到喎，咁咧所以咧即係話阿 Jeff 個兩邊嘅關節都健康嘅，係啊都健康嘅 ，OK 合格嘅，雖然有少少抽筋嘅 ，OK 嘅，係啊。咁個教練果然犀利啊！咁頭先咧有阿 Jeff 啦，同埋教練啦，我哋一齊示範咗咧呢個關節測試啦，唔知大家又做唔做到咧？咁咧我頭先咧。教練應該都聽到啪咗幾下，好響亮，非常之響亮，非常之響亮，唔知道收唔收到音啊？咁所以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問下教練咧，平時咧有冇啲咩 tips 或者秘訣咧可以保養我嘅關節咧？都有㗎，係啦。咁咧，咁但係先講下咧，其實我哋關節痛嘅原因係咩先啦？其實咧，我哋關節之間咧，咁佢有個軟骨包住㗎嘛。咁咧，如果你成日咧磨住佢磨蝕咗啦，咁你咪會痛咯。咁咧，所以咧，咁大家注意翻啦。其實我哋咧個關節軟骨咧，佢本身係冇一個痛覺神經嘅喎。咁即係話咧，如果你感受到痛嘅時候咧，個關節可能已經磨蝕得比較嚴重㗎啦。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注意翻。好啦，咁咧好似我呢啲咧就非常之中意做運動嘅朋友仔咧，對關節嘅保養咧，其實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嘅心得啦，係啦。咁第一樣嘢咧，我哋最緊要注意翻個飲食啦，做好我哋嘅體重管理，係啦。因為咧，如果我哋嘅體重超標咧，其實對我哋膝關節啊或者其他關節嘅負荷咧，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嘅喎。好啦，咁第二樣嘢咯，除咗咧體重管理之外啦，咁我哋要注意翻我哋平時日常嘅姿勢啦，特別咧係愛好用手機嘅朋友仔啊。係啦，一開始就見到啦，條頸耷低咗，對我哋個頸椎嘅關節有勞損啦，可能又或者咧，我哋嘅手腕係咁撳撳撳，都會咧令到我哋嘅手腕關節咧造成一個磨蝕嘅喎。好，咁咧除咗頭先講過兩點之外咧，最後一樣嘢咧就會陣間同大家一齊做噶啦，就係我哋要勤做運動，係啦，好啦，跟住我哋咧勤做運動咧，透過譬如我啦，透過健體舞咧。去強化翻我哋周邊嘅關節，咁咧就可以減輕呢個周邊嘅關節壓力啦。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做喎。係啊，聽完教練咁講咧，不如我哋馬上請阿 Bob 教練教我哋點樣透過健身舞去強化我哋嘅關節啦。好啊，我哋準備好啦，你準備好未咧？我準備好啦。好，咁我哋咧而家準備好跳舞嘅環節咯。咁咧大家跟住我一齊做啦。好，兩個主持人你哋都跟住咯。好 ，OK， 好準備好。好咁咧，而家咧睇住直播嘅朋友仔，我哋注意翻個方向先。咁咧呢一邊咧係大家嘅右手邊，係啦，呢一邊係大家的左手邊。咁我哋咧一陣間嘅動作全部都係右邊出發先嘅，係啦。咁大家咧記住呢樣嘢先啊，一陣間咧你就會容易跟到啦。
OK， 咁我哋咧一陣間首歌咧，我大概我將佢分咗四個部分啦，係啦。咁咧一陣間咧會逐個部分教完大家先至播歌，同大家一齊練習。所以大家咧冇玩過跳舞嘅朋友仔都唔需要太擔心，你會跟到嘅。OK， 好，咁我哋教第一個部分嘅動作先。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聽到一啲好優美嘅鋼琴音樂嘅，係啦。咁咧頭嗰四下鋼琴聲咧，一開始播放嘅時候咧，我哋聽好靜心咁聆聽過咗佢先，係啦。然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彈鋼琴四下咯噃，一、二、三、四轉邊，一、二、三、四，俾多四下我，一、二、三、四，好，停咗喺度啦。之後咧，我哋會聽到打鼓嘅聲音，係啦。咁你嘅右腳咧，記得點一下就打鼓啦。一、二轉邊，三、四、五、六、七、八，重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翻中間，係啦。好，翻到中間之後咧，咁我哋嘅右腳要準備行出去咯。我哋會行三步，然之後拍手 ，OK？ 右腳先準備，右左右踩一下拍手，左右左拍手，總共咧我哋會做八次嘅，第四次。啊！見大家跟得幾好喎，嗯，啊 ，good， 六、七，好，最後一次啦，八，好，停咗喺度啦。然之後咧，我哋要行前上嚟啦，同頭先嘅動作一樣嘅，一、二、三，今次唔拍手，舉手，嘿，吞喉，舉手，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啊 ，good，OK、okay、嘛，大家， okay， 開始 feel 到有啲唔協調啦，睄到有少少，有啲，係啊，唔緊要啊，加油啊，大家，係啦，我哋咧，好加油，跟住我就做到噶啦，冇問題嘅，係啦，觀眾們你哋都會做到嘅，唔需要擔心，主持人佢哋謙虛啫，其實一陣間可能好精彩嘅 ，OK， 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嘅動作音樂準備啦。好，彈鋼琴 ，good。好，各位，我哋要打鼓咯喎 ，nice， 系啦，非常之好啊。好，最後一下啦，行右邊，一、二、三，拍手，拍手，大聲啲，聽唔到，做多兩次。好，我哋跟住行前喎，上嚟，一、二、三，平手。Hey, 左腳翻中間，加埋手，我哋咧手打開，跟住翻中間拍手兩下，左邊係啦，總共咧我哋做八次嘅，三、good、四係啦，五、六係啦，大家踩出去記得翻中間啊，七、八，好，跟住啦，我哋咧只腳點四下係啦，由前邊咧點到去側邊嘅。系啦，跟住企穩，轉腳點四下，點點點點，好，跟住我哋試下加埋手咯，放鬆我哋嘅手腕，係啦，揈下我哋嘅手掌，一、二、三、四，轉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嚟多個八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Good， 我相信咧大家完全掌握到啦，你哋話係咪先？我發覺咧，教練，我上半身同下半身係分離嘅，分離咗啊！嗱，阿 Jeff， 你要做好啲啊！觀眾朋友望住你噶，你知唔知啊？唔緊要，我係滑稽擔當。OK， 好，我哋就將呢個位置交俾你。好，咁我哋第二部分嘅音樂準備啦 ，Ready， 我哋聽音樂，五、六、七、八，入得 ，Good。大家俾啲笑容嚟睇先啦，二系，拍手，最後一個，平手臂咯喎，平，轉邊，
哇！佢唱咩啊？哎呀呀！哇！阿 Jeff 你要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Good， 走到了底。Yeah，very good。我見阿 Jeff 一眼望音仔啊，隔離嗰位同學好似有少少，反而咧唔係好協調啊，都做得幾好啊，大家係嘛？係咯，好。OK 啦 ，Crystal 好好，咁咧阿 Jeff 繼續加油，其實都唔差嘅，繼續加油。係啦，呢、這個部分咧，我哋教埋咧，咁我哋差唔多完成我哋嘅所有動作㗎啦。好，咁我哋咧而家咧都係右腳行先 ，OK， 右腳出一、二、三，嗱第四下拍埋腳嘅時候咧，注意趌高你個腳踭，跟住咧我哋會做一個轉動嘅轉轉轉，係啦，跟住咧走啦，一、二。二三四轉轉轉，好，咁我哋咧試下加埋手啦，手臂打開，好，咁我哋咧行得一二三四，企好轉轉轉 ，good， 一二三四轉轉轉，一二三四轉轉轉，當呢個咧係我哋做緊第七次，企好，唔好轉住，係啦，雙腳打開跳兩下，兩下。交叉手兩下，兩下中間，係啦，打開中間，打開中間，跑跑跑跑跑跑跑，係啦，跑咗八次之後咧，雙腳打開，坐低少少，手腕打圈八個，下至上，二，好似畫條彩虹咁，四、五、六、七、八，好畫彩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企翻起身。蹬地一加二，右腳先立，加埋拍手一，跟住兩下一二，轉邊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二觀眾朋友們，你哋掌握到未咧？好，咁我哋咧而家試下第三部分嘅音樂播放，一齊跟住嚟做咯喎。Ready， 六七。Let's go！ 拼手臂，拼拼拼，系啊，行行行行，拼拼拼 ，good。繼續，哦，大家跟得好好喎。繼續 ，very nice。仲有啊，最後一次啦，記得打開腳跳，打開。打開中間，打開中間，打開中間，跑步跑跑跑跑跑跑跑，手腕打圈畫彩虹，鼻吸口呼，係啦，千祈唔好閉氣啊！轉邊，係啦，下次上拎上嚟畫彩虹。好，跟住我哋準備只腳要蹬地加拍手咯，嘣兩下，嘣嘣一加二 ，good。做多一次 ，yeah！ 好啦，咁呢度咧，我哋咧全部動作已經學曬啦。咁咧，但係最尾埋尾嘅時候咧，同頭先個動作次序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練習埋最尾一個部分咯喎。好，咁我哋咧最尾一個部分都係打開拍手呢度嘅。咁當我哋做咗八下啦。咁咧，大家係咪都好好奇？我哋咧側邊 keep 住有一條好靚嘅筋喺度咧。呢度我哋就要拎出嚟用啦！哇，系啦，最尾嘅時候咧，我哋拍完手翻嚟之後咧，就拎住呢條筋，我哋咧就會化身好似一個鬥牛勇士咁啦！我哋咧要揈條筋，係咁我哋啦，準備咯喎！大家咧如果有毛巾咧，都可以跟住我哋一齊揈啊！一、二、三、四，揈手，揈三下，係啦，一、二、三、四，揈揈揈，一、二、三、四，揈揈揈。當呢下第七下啦，跟住我哋又打開手，中間打開，中間打開，中間跑跑跑跑跑 ，pose， 咁我哋就完成噶啦喎。OK， 好，咁咧大家都準備好啦，等我哋試翻好條毛巾先。係啦，教練，如果屋企冇呢啲毛巾，可唔可以攞竹君安好嘅洗面巾咧？都冇所謂嘅，洗碗嗰啲咧，甚至我洗碗嗰啲咧，我哋唔用毛巾都得㗎，係啦，唔一定要用毛巾嘅，係啦，冇錯。當然，如果大家有條好靚嘅毛巾，可以拎出嚟用啦。
好，咁我哋咧，事不宜遲咯，不如我哋試下由頭到尾完成成首歌啦，好唔好啊？好，好，好，咁咧，我哋兩位主持人都準備好啦，我哋由頭開始，準備啦。好，彈鋼琴先。Good， 下一個動作記唔記得？打鼓，冇錯啦。Good。好，跟住我哋向右邊咧行咯喎，一、二、三，拍手，拍手，係啊，記得大力啲拍手，係，係啦，要聽到你拍手聲音。Good， 做多一次，上嚟咯喎，向前，舉手，嘿，嘿，到你哋，耶，耶，嘿，聽多次先，嘿，啊，嘿。嘿、hey, ，右邊打開，拍手翻中間 ，good， 做八下，好第五次，六，七，好，跟住咧，我哋右腳浸地四下平手腕喎，哎呀呀，係啊，記唔記得手波啊？哎呀，真係要，哎呀呀呀，好，跟住咧，我哋去右邊行嘅喎。拍手 ，good， 俾啲笑容嚟睇下先啦，大家，系啦 ，very happy 我哋跳舞系咪 ？Yeah， 准备向前上嚟 ，hey， 右边打开，拍手。大家都記得咧，打開就要翻中間。好，準備右腳浸地四下平手。呀，哎呀呀，識唱我而家出嚟，其實得嗰幾句係咪？哎呀呀，哎呀呀。好，跟住我哋有新嘅動作啦，行向右邊，平手臂三下，平平平。係啦，記得最尾趌高腳踭，轉轉轉，轉我哋只腳啊！記得保持幾級口呼喎，我咧知道大家而家有啲鎖曬氣噶啦，但係千祈唔好閉氣啊！仲有，好最後一次啦，留心咯，打開腳跳兩下，翻中間做三次，好俾個跑步我，啊衝啊！手腕畫彩虹，下至上拎起，轉手。眼睛望住隻手，好，跟住我哋撳地咧，拍手一下加兩下咯喎，係啦，仔細聽清楚一幕，咚兩次，咚咚，再嚟，好，跟住我哋右腳打開翻中間拍手，去八次，臨尾咧準備好你嘅毛巾，陣間咧我哋要攞嘅喎。好，揾完毛巾啦，準備拎出嚟咯喎，走，跳三下，揈揈揈，繼續，哎 good， 我哋而家呢一刻咧發生鬥牛勇士，哇，一隻牛過嚟啊，好驚啊，非常之好啊，大家做得，好，最後一次攤中間，打開腳跳兩下。打開中間，仲有一次，全速跑步，跑跑跑跑跑跑跑，吼！耶！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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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先跳舞果然係好開心啊！真係唔該曬阿 Bob 啊！唔知道咧喺工作室啦，同埋喺屋企睇住我哋直播嘅你哋咧，又跟唔跟得上呢？如果跟唔上都唔緊要喎，可以咧撳翻我哋呢個 YouTube 嘅連結啦，睇多幾次，睇我哋嘅重播，翻屋企咧練多幾次，持之以恆咧就一定跟得上噶啦！冇錯啊，所以阿 Bob 啊，最後咧我都想問一下你啊，除咗我哋持之以恆咁運動去強化我哋關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一啲秘訣咧可以分享俾我哋噶？
嗯，咁當然有啦。咁我哋咧，除咗強化我哋肌肉之外咧，我哋仲可以透過一啲飲食啦，去吸收翻一啲營養素咧，去保護翻我哋個關節嘅。咁例如咧，節目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有提過啦。其實關節疼痛就係我哋嗰個軟骨磨蝕咗嘛。咁所以咧，隨住年齡嘅增長咧，如果我哋吸收唔夠嘅營養素咧，咁我哋嘅關節咧，係啦，呢個關節軟骨咧就冇辦法適時咧去自我修復嘅咯。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針對性咧去吸收翻啲營養啦，咁就可以幫助翻我哋合成呢個關節軟骨嘅。咁例如係氨糖啦，咁咧透明質酸同埋一啲膠原蛋白呢啲嘅成分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合成呢個關節軟骨嘅。咁同埋咧都會對我哋嘅關節健康咧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喎。冇錯啊，所以關節呢一樣嘢咧，真係千祈唔好等佢痛嘅時候先至嚟保養。咁所以阿圖，你千祈唔好恃住自己後生啊，一定要及早保養。雖然咧你跳舞嘅時候噼里啪啦真係好有動感嘅，但係都唔可以唔理啲關節㗎。所以咧聽咗阿 Bob 講之後咧，我就會食呢個無限極嘅辣麥健啊，因為咧辣麥健咧入邊咧有頭先阿 Bob 所講到嘅透明質酸啦、膠原蛋白啦、硫酸軟骨素所組成嘅 joint pep 關節肽軟骨提取物啊，咁其實實驗咧證實咗咧佢係可以有效預防啦，同埋修復我哋嘅關節磨損嘅。唔單止啊，佢仲加咗薑黃、葛根同埋薏仁咧三大天然嘅草本成分，有效保護我哋嘅軟骨啦，抗炎消腫嘅功效，中西合璧，全面預防我哋嘅關節健康各種問題嚇。果然係犀利啊！同埋咧，而家我哋做緊呢個優惠推廣，立賣件買四送一。買四送一啊！大家冇錯啊，所以長期坐喺辦公室嘅你啦，又或者係好似我咁成日咧低頭族嘅朋友，或者好似我哋阿 Kevin 哥哥今日件衫有啲窄嚇，體重超標嘅朋友們咧，爆咗人哋啲秘密出嚟。冇錯啦，除咗要強化我哋嘅肌肉咧，跳多幾次健體舞之外，快啲買多幾樽納米健翻去看門口啦！冇錯啦，雖然咧大家今日玩得好開心啦，但係好可惜咧，今日嘅節目咧已經嚟到尾聲啦。我哋非常之多謝阿 Bob 啦，教我哋跳呢個嘅健體舞啊。咁不如咧，阿 Bob 今日都分享一下嚟到我哋無限極交跳舞嘅感受啊！我咧今日係超級之開心噶，好開心咧有個機會係無限極呢個平台咧同大家一齊分享跳舞嘅快樂。咁大家記得咧要開始關注一下自己的關節咯，咁咧 keep 住我哋嘅身體健康之後咧，繼續龍精虎猛咁去做運動啊！冇錯啊，其實咧我哋今日都好開心啦，尤其是咧今日我哋咧認識阿 Bob 咧，除咗知道佢跳舞好叻又靚仔之餘咧，啊原來佢咧真係好善良嘅，因為咧我哋一路跳錯咧，尤其是我啦 ，OK， 一路跳錯嘅時候，阿 Bob 講咗啲咩啊？佢一路講加油加油加油，跳得好好啊，加油跳得好好啊，咁所以咧記住大家咧今日學識咗呢隻舞之後，翻去同翻你哋嘅屋企人朋友一齊跳，及早保護你哋嘅關節啦！今日我哋嘅節目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期望下一次再次同大家見面，再見，拜拜。